第一个通告运动会，第一个通告就搞这么激烈，很好，棒棒棒！这次能过来玩那个射箭呢，然后跑步啊，然后还有刚接力啊，就挺开心的。就其实我之前一直都很想参加运动会，然后终于有机会可以来。他是要放这里的哈？哇，他们那个射箭好酷哦！很酷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是，我明明就是看的是中间啊，然后为什么？出去之后不一样，一次都没有中过。希望把我们都上过靶的那些数字全部都播一播出来，脱靶的就剪掉。 OK 啊，我以为我上去了会绝美。 我后拉，对，我后拉，我觉得有胯，哎，我也挺这样的，果然是个 idol。 江一凡，你下回你就空个腿，在后面这样，硬糖少女303射箭姿势，这种的，这种太硬了。